4月初9日，达摩祖师说：“啊，明佛心中行解相应，明之曰祖。行解相应呢，就是说得到，行得到。古人呢，有说得到行不到的，也有行得到说不到的。啊，说属于般若慧解。”不是慧解啊，行属于实相理论啊，实相理体，实相理体，二者圆润无碍，就是行说俱到。小乘呢，守偏空见法身啊，这个小乘的、这个、小乘那个声闻缘觉啊，往往先从有修到空，是属于偏空境界啊，见的是这种法身是什么呢？是。这个行人啊，惑未破境啊，这个疑惑还没断尽，理未打开啊，他理论呢不透彻，所以说不到啊，不到。五品未后呢，讲的天花乱坠啊，行不到就不能断惑正真。天花乱坠说说佛法啊，天女天人散花啊，即使这个道。说的这么好，佛法说的这么好，你如果行不到，就不能断惑正真啊，也还不够。而今我们啊，说的多，行的少啊，这就为难了。说的是文字薄弱，从凡夫位说到佛位啊，如何断惑正真，怎样超凡入圣啊，都分得开。临到弄到自己份儿下呢，就行持不了了啊！这个理论都清楚啊，一步一步怎么回事都懂啊，一说可明白了啊，到自己行上就不行，这就是啊，能说不能行。韦山景策说：“若有中流之事，且于教法留心。”啊，也算好的啊，就是中等的人士能够啊对教法上留心，能明白一些理论啊，也好也好。这个是韦山祖师讲，我们呀、啊、不但行不到，连说也说不到。古人一举一动内外一如，念念不差，心口相应，我们的习气毛病多，扶也扶不住，更谈不到断了啊，只是净分浩浩，无真实受用。净分浩浩是什么？就看着我们周围啊，看家庭呀、事业呀、环境呀，啊，又金融风暴了，净分浩浩，各种业境牵引着我们啊，停不住。我们被这些业境牵引啊，定不住啊，东风来了往西，往西吹了，这净风来往东吹了，停不住。从佛法中受用不了，要说也拿不出来，从经论语录典章上
和平时听到的拿来讲，年纪大了啊，这讲自己记性不好，讲前往后，讲后往前，讲也讲不到啊。既然行解不相应，空活在世啊就苦了，一口气不来，未知何往。我正在这个时候了啊，一入梦就不知什么妄想，就不能做主，生死到来更无用了。日日啊被劲风所吹，无时啊放得下，既做不得主，讲也无用。我今多活几天和你们说啊，还是泥菩萨劝土菩萨，但你们受劝是会获益的啊，只要摸背进转，如木牛啊，要把稳说着，牛不听话呢就给他几鞭啊，常能如此降服其心，日久功生啊就有道家消息。这个禅宗啊，过去经常啊，把这个修行啊、参禅啊，比作什么呢？啊，就这个牧牛啊，牧牛啊，牛呢不听我们的，哎、啊，自己看见哪有草多呀，哎，往哪儿去了？啊，就表示我们的业障，我们啊身口意被贪嗔痴牵引，停不住啊，看哪儿好哪儿热闹啊，我们就往哪儿奔去了。或者看了什么饭香和什么好我们就往那儿奔去了啊。那么碰到这种情况，我们修行怎么办呢？啊，就给这个牛鼻子上安一个绳子勒住它啊，不让它乱跑。如果它愣要跑，就是老板说给它几鞭子啊，别让它跑啊，这很重要。我们修行也是这样的，如果我们懈怠了，我们自己要给自己几鞭子啊，要紧让精进起来啊，精进起来。如果我们身口意跑了啊，跑到外边去了，不知跑哪儿去了啊，我们要把自己这个牛鼻子上的绳索拉回来啊，拉回到因果，拉回到五戒十善里边来。这就是修行，是同样就是参禅啊，是同样是参禅，是一样。我们修行依佛法修啊，实际上啊，这个各宗派禅净密律等等都包含在里面啊，不是根本的区别。最关键来说是修行啊，从外在身口意修回到本心去，慢慢的把毛病习气都给它磨灭了啊，就修回来了，就修成功了啊，修成功了。这里边老和尚更重要的说了啊，说和行一定要都做到，都到位才行啊，千万别说得天花乱坠，行不到，没用啊，生死到来啊没用，你不能断惑正真啊，不管用，临终时候啊出问题。或者呢啊，你如果能行啊，不能说，相对来说还好啊，还好啊。这里边很重要一个观念，现在人啊都提倡啊要闻思修，闻思修对不对？没错，但是呢一定要清楚啊，闻思修的目的是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。打个比方说，我们要爬一座山，有无数的路可以到山上去，我们是怎么办呢？是从一条路直接上山顶呢，还是爬到半山下来再走一个路呢？啊，一般我们常识中很清楚，我们这一条路上去，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啊。实际情况中间，我们很可能被中间啊外境迷惑了，就退了，或者被云雾遮挡了，退了，形形色色，或者被别人招呼，哎，这条路好，哎，来这条吧，哎，又跑那条去了。现在佛法也这样啊，什么热闹学啥，什么流行学啥，一般是这样。我们自己没有不懂不了解也不坚持佛呀，佛法总共我们说有84000法门啊，这是比喻。我算了算，你84000法门的话，如果我们每天学一个法门，得多少年？230年。
我今天拿计算器专门瞅了一下。打个比方，我们啊从出生以后啊能活八十岁啊，从吃哪开始就算啊，一天学一个法门，我们学了八十年，你八万千法你学不完，你得用三次来三次才能都学完。啊，你就一天啊，包括你吃哪开始算，出生以后每天就算你学一个法门，你得二百三十年才能学完。而且佛法每个法门都很高深，都很难理解。啊，是需要把所有的法门都学完再开始修吗？不是啊，可要搞清楚这个，可不是这样。如果这样的话啊，你根本学不下去。因为什么呢？哎，刚才老和尚说了啊，净风浩浩，净风浩，外缘啊啊都是贪嗔痴五毒，根本学不了。即使有这种纯粹的环境去学，也难啊，也难。所以说，我们明白这个文思修，可不是说啊，我们把所有的法门我们都来一遍，不是这样。可不是这样，文思修的目的啊，文思的目的是用来核心在修，而文思修的作用是什么？要成佛啊，这是我们的目的。可不要把大家现在文思修文修老把这个文思修作为目的了，就错了。成佛是目的啊，成佛是目的啊，就像爬山，我们从一条路不变爬上去。爬到山顶的时候，我们再从山顶一看，好了啊，八万四千条路我们都很清楚，没问题，一下子都懂了。不需要啊，你爬上窜上窜下的，一会儿走这一会儿走那儿啊，都摸一摸摸索摸索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现在修行方法我们都提倡净土法门，哎，容易了。我们这一辈子就做一个事儿，往生净土啊，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了，阿弥陀佛会教我们的。而且阿弥陀佛教我们啊，啊他绝不是用这文字一个一个这么笨啊，把我们业力消除，智慧增长啊，到一定程度了啊，他就会灌顶了啊，这是真灌顶啊。我们看那个莲池大师的西方发愿文就看到，阿弥陀佛给我们摩顶受记时候，我们同时立即就可以得到无数的陀罗尼啊，无数的这些境界方法就立即就学到了，是这样学的。我们在人中人生有限啊，外边水无数，你想把理论全部搞懂很难啊。我们现在说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法，基础方法，实修方，大家先做起来，做到中间啊，可以学啊，可以看一些其他东西，没问题。但是不要啊，好高骛远，啥都要懂。随着自己理解的程度来学习学习自己现有的啊这些搞懂，慢慢的一边行体验，一边啊。理解啊，就像老和尚讲的啊，你要说和行都要做到才行。你现在人别说行，说也说不到啊。你问佛法咋回事，经常我们问答里边问的都特莫名其妙的问题，都是莫名其妙的，佛怎么回事，这莫名其妙啊，连基本佛的理念这些东西都说不懂啊。所以啊，这个达摩祖师说了啊，明佛心中行解相应，名字曰祖啊，就是祖师大德，一定要行和解都相应啊，这才能做祖师大德。得这样子啊，得这样子啊，所以我们呀、啊、一定要实修，无论如何实修啊。现在人的程度不同啊，我们并不反对人家学得多啊，不是反对啊。就说有上根的人，你像慧能大师文盲，他悟到了以后，你啥经拿来了以后，他虽然不认识字，你跟他一说他都懂啊，没关系，有上根利器的啊，这些想多学多看啊都没问题啊。下根的人
啊，我们要老实修行啊，不要啊啊，今天东明天西啊，经常变化，修不成啊，就像爬山，没走两里地，这回来又走别的路了啊，你永远上不去山顶。我们修行也这样啊，无论啊上根立气，无论是下至若愚啊，通通要实修，是最必须做到的。你不实修啊，上根立气的人也被这些这个知界害，会害的啊，害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老和尚讲了啊，你即使啊达到这个五品位后，讲的天花乱坠了，你行不到，不能断惑正真，也没用，很清楚啊，一定要实修啊，理论啊学习是辅助的，让我们明白，这样互相辅助啊，这个行了，否则你没实修，你不懂的，你自己走到哪里都不懂啊，你看了这个佛经他讲啥还不明白里边的境界，没用啊，没用，所以一定要从基础学习。我们再学习一个啊，是4月11日，这两天呢，老朽打各位的闲岔啊，旧厕所拆了，新的未完工，各位解手有些不便。你我在世上做人呢，都是苦，未明白这个道理变化，这里不是义，那里也不是义，看清楚了，总是动植二物互养啊，动物植物啊互养的啊，一切动物呢都有份，若嫌它不净，就着色香味，在五色五味香臭等处过日子，在好丑净缘上动念头，修行人啊也离不得衣食住，虽是吃素，五谷蔬菜没有肥料就没有收成啊，屎尿合得好才有好庄稼，植物吸收屎尿愈多啊越长得好，人吃了这些植物岂不是吃屎尿吗啊，吃饱了又饿，又做肥料，又成植物，又拿来吃，这就是动物养植物，植物养动物啊，拉了屎，屎了又拉啊，何以时时只见其香不见其臭呢啊，实际如此，衣住也是一样啊，织布的棉花，架屋的木料都要肥料，可见我们穿的也是粪，住的也是粪，何臭之可嫌呢啊，未等新厕所修好便拆旧厕所的用意，就是要利用旧厕所的材料来修新厕所和牛栏，如果现在不用，后来用在别处，就怕它污染污秽啊，若弃却不用，又恐成浪费遭因果，其实说愧，则身内身外皆愧，明得此理，一切皆净皆愧，亦不净不愧啊，这心经的道理。深问云门啊，这个以前这个云门是个古大德啊，长生古大德，如何是佛？门云干始觉啊，就问他如何是佛，这个云门这个祖师说就是个干始觉子啊，始觉是佛啊，干始觉是佛，佛就是干始觉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些理路看不清就被色相所转，看穿了就如如不动，一切无碍啊，要想不被境转啊，就要用功，动静无心，凡圣情妄，则何境愧之有呢？古人言句啊，我们虽会拿来说，做是做不到啊，其意义也不易了解，何以拿干始觉来比极尊贵的佛呢？明心见性的人啊，见物便见心，无物心不现啊，了明心地的人啊，动静静愧都是心啊。有个僧人啊问赵州和尚
如何是佛啊？这个昭州说殿里的，殿里的就是大殿里边的啊，说殿里者岂不是泥龛像，殿里那不是个泥像吗？昭州说是啊，这个僧人有，我不问这个佛啊。昭州和尚说你问哪个佛呀啊，这个僧人说真佛啊。昭州和尚说殿里的，就是这禅宗的机锋啊，你问真佛就是殿里的啊，你自己啊区别这个泥的和真的啊，你不区别哪都真的。对这个问题明白了，你就知道了一切唯心造，见物便见心的道理了，举止动念就有下手处，有着落了。若尽会凡圣心不忘，就把本来处处，本来处处是道场，变成处处是障碍了。你试试看，上佛殿下茅厕的道理反照一下，一样不一样？这个禅宗也这样，我们也啊采纳这个禅宗的这个佛的道理。我们大家按六部去修行，回家修啊，千万不要区别啊！你到道场了，哎呀，可好了，有佛力加持，不得了。回家了，我也修不下去了，烦恼死了。啊，这个老和尚讲了，你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处处是道场；你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处处是障碍。啊，一定要心不要分别。啊，你分别了啊，你这老和尚，你吃的你植物，你吃的植物啥，那不是屎尿弄出来的吗？哎，屎尿是来回吸收变化的呀，那有啥区别呢？啊，同样我们在家里修行，我们说啊，现在可能一下做到不分别难，我们说先啊，把自己在家里、在家庭啊、在工作单位、在社会、在国家一切的行为啊，都要按照五戒十善先规范起来啊，先建几个基础啊，像这个老和尚、像禅宗那样不分别啊，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啊，离得还远。先打基础，先让自己成为善人啊，先明了因果，先符合五戒十善。我们现在要说佛的佛净慧两个都不分别如如不动了啊，现在的确做不到，很难啊。现在给大家做个介绍，核心大家要明了啊，先一定要有因果，一定要五戒十善，让自己啊时时刻刻都能符合五戒十善，都能啊不犯因果，就成功了啊，就成功了。然后啊，老老实实的拜忏诵经念佛，行善去，我们这一辈子往生西方就没问题，一定能成功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个讲的禅宗的道理也好，密宗的那些咒语也好，什么灌顶也好，你放心好了，阿弥陀佛都能给我们。那你想学啥，阿弥陀佛都可以给你啊，都得是方法。你八万之间法门，你再有几个八万之间法门都能学到啊，一切法都能学到，没问题。现在啊，我们要老实，一定要老实，千万不要不老实，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是聪明人啊，自己有把握，千万别干这事儿，要老实啊，要相信佛的话，相信一些祖师大德的话，要老实，老老实实的修行念佛啊，打基础，行把五戒是善因果的东西啊，反来覆去的啊，落实到自己的身口里啊，日日时时年年符合这个啊，再修行就成功了，容易了啊，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啊。我们再学习一个啊，4月15日节下安居。昨夜呢，库房执事对我说，明天呢节下的时节令啊，要吃普茶，买不到果子等物，
库房呢什么都没有，怎么办呢？我说我在这里住茅棚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只知月圆是十五，看不见月亮就是三十。草生呢之春，雪落之冬，吃茶吃水我不管，我这不管就惭愧了。年轻的时候啊，到处跑啊，搞了几十年，至今白首无成。这些过时节的把戏看多了啊，怎样吃普茶，这是和尚当家的事儿。每年时节呀，各宗不同啊。宗相呢是二季啊，就是讲禅宗啊，是正月十五和七月十五啊，为冬参夏学啊。律相啊，讲律宗，律相是四季，是正月十五日解冬，四月十五日解夏，七月十五日解夏，十月十五日解冬啊，这就是大节日了。律下呢，今天节下安居，做吉祥草，行酬节戒，九十天不能出界外一步。佛制呢，节下安居啊，有种种道理的啊。夏天呢，路上多虫蚁，佛呢以慈悲为本，怕出门啊踏伤虫蚁。平常呢，生草也不踏啊，连这个草生草啊，长在叶子上的草也不踩。夏天禁足啊，是为了护生。又夏日啊，天热汗多，出外化饭呢，就是要饭啊，讨饭，披衣流汗，汗流啊，有失为宜，故禁足不出。同时夏热啊，妇女穿衣不为宜啊，僧人化饭入舍也不方便，所以要节下安居啊。昔日文殊三处过夏啊，文殊菩萨在三个地方过夏，迦叶啊就遇白锥病出，就想把他赶出去，因为他破坏戒律了啊。才年锥呢，乃见百千万亿文殊，迦叶尽其神力，锥不能举啊！这本来就什么锥是拿锹，就要就把它撵出去。他才拿着摸到这个锥子，就看百千万亿的文殊菩萨出来，他这个锥子都举不起来。这样世尊就问啊：“迦叶啊，逆病哪个文殊啊？你准备把哪个文殊赶出去？”迦叶无以对。这可见啊，大乘小乘理路不同。啊，菩萨罗汉境界不同。若中下诸方丛林，昨夜起啊就有很多把戏了啊。上晚殿时传牌，颁首小餐禀佛，今朝大殿祝圣，曰啊，念了个咒啊，叫安那摩巴格瓦帝吧，好像是，就是很多这个仪式吧。三遍又祝四圣下殿礼主，三追庆白日子，顶礼方丈和尚壁，对面展具，大众和和普礼三拜后，又礼允堂，到方丈听和尚身坐讲说法。这个早上闹得不亦乐乎，下午吃普茶呀，和尚在斋堂讲茶话。律下不用身坐，古来丛林有中板的才叫常住，否则不叫常住。云居山呢，现在说是茅棚，又不像，又像丛林，文不文，武不武。不管怎样，全由方丈当家安排。他们不在，我来讲几句，把过去诸方规矩啊讲给出发性的听。既然到此啊，是住茅棚啊，就要痛念生死。把生死二字挂在眉毛尖上，哪里搞这些把戏？参学的人要拿得定主宰，不要随时节啊境界转。古人婆心切，这是叫人处处识得自己。只是世人于二六十啊动静处，不要忘是自己啊。二六十就是别管你睡觉醒着，时时刻刻要搞懂，我们是自己的主宰，你看别让这个境界牵引了。
饭香味飘过来了，丽姐你什么也想不起来，不是那儿意识就窜过去了，看看那儿做的是红烧肉还是排骨，想这个去了啊，就是你啊，二六时钟动静错，你自己要做得主，可不要忘食自己。郑州的金牛和尚啊，每日啊自做饭供养众生啊，至斋时啊就抬着饭桶到堂前做舞啊，就还跳舞，就呵呵大笑曰：“菩萨子吃饭来啊！”就说这些菩萨们来吃饭吧啊，就是过去古大德是干这样啊。别人去修行，我自己也是啊。去还有一个和尚，我记不住名字，每天啊走20里路去背米回来来做饭啊，给大众修行用啊。这个呢金牛和尚自己做饭，把饭呢放在这个饭堂前，自己跳舞啊，说这些菩萨们来吃饭吧。身问云门啊，如何是超佛越祖之坛啊，这个有个僧人问云门祖师啊，什么是叫超佛越祖啊？云门说胡饼，胡饼就是咱们这个烙饼，烙饼。后人有诗曰：云门胡饼造粥茶，信手拈来奋作家，细嚼清芬还有味，饱餐明月更无渣。这是祖师啊，在你一举一动处点破你，使你明白啊，一切处都是佛法呀！啊，衢州子，这个衢州子胡严立柱禅师于门下立牌曰：“子胡有一只狗，上取人头，中取人心，下取人足。”逆意即上身失命啊！他这个禅师啊，可能这个地方叫子湖，他立了个牌子啊，就是子湖啊有一个狗，有一只狗啊，上取人头，中取人心，下取人足人脚啊，逆意即上身。你要是一动念一想是什么意思，完了上身失命啊，这禅宗的僧来参啊，有个僧人来参他了，参拜他了。啊，师便曰：“看狗。”他看过啊，这禅宗的东西。五台山啊，面密摩岩和尚常持一木叉啊，每见僧来礼拜，就用叉子啊插住他的头啊，插住他的脖子，说：“哪个魔妹叫汝出家？哪个魔妹叫汝行脚？”啊，就是哪个魔啊，魔妹就是魔头啊，魔。来叫你出家的，哪个魔呀让你行脚啊？啊，道德也插下死，道不得也插下死啊！你能说出来也插下死了，说不出来也插下死了。树道树道啊，这都是祖师的对学人的一种方法。吉州和善无因禅师啊，凡学人有问，便答曰：“和善解答古。”这个无因禅师他住在这个吉州的和山啊，有人来问他了，他就说：“和山解打鼓啊，解就是了解，了解打鼓的意思。”谁问就这一句话，没别的。其余还有祖师啊，专教人学人，叫学人啊抬石挑土等等不一的作风啊，会得了一切处都是道，会不了的就被时光境界转，这里啊不如法，那里不是意，只见静风浩浩吹禅功德之灵，心火炎炎啊烧尽菩提之种，生死怎样能了呢？般般不易，种种不现成啊，正好在这里降伏起心啊，我们大家自己看着老和尚说，我们平时是不是般般不易，种种不现成呢？啊，工作不好嫌别人，家庭不好嫌对方，是不是这样呢？老和尚说，正好在这里降伏起心，你不如意的时候，你想想为啥不如意啊，在境上做不得主就苦啦，说得行不得固然不对，
但我们连说也说不得，就更加惭愧了。苏东坡呢，在镇江啊，一日作了一首赞佛偈曰：“圣主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”将此偈呢寄到金山给佛印禅师印证，啊，佛印禅师看完，在师父批了"放屁放屁"这个字，便寄回苏东坡。东坡见批就放不下了，就过江到金山问佛印说："我的诗哪里说的不对呢？"佛印说："你说八风吹不动，竟被两个屁打过江来了。"我们说得行不得啊，也和东坡一样的啊，一点小事儿就生气了啊，还说什么八风吹不动呢？我们把这个可以用起来啊，别人一说什么我们不高兴，我们就想想啊，是不是一屁过江来了。出家人的年岁计算和俗人不同啊，或以夏计，过了几个夏就说生夏几多，或以冬计，过了多少冬就说生腊若干。今天呢节夏，到七月十五节夏，十四五六三日呢名曰自知日，梵语波拉婆拉拿就意自知，心意是随意啊。这天呢是他轻重知举自己所犯之罪，对他比丘忏悔，故曰自知啊。这其实和我们这个发露忏悔是相同啊。又随他人之意知举自己所犯，故曰随意，这就是佛制的批评和自我批评。现在佛门呢以久无自知，对人就不说直话了。这里呀、啊、非茅棚非丛林，不文不武非牛非马的，今天节下也说几句东扯西拉的话应个时节。你看咱们从虚云老和尚就说，佛那会儿早就啊要求大家做批评和自我批评。接下安居前三天就干这事儿，把自己做的不合适的事儿、犯戒的事儿，通通说出来，啊，在其他僧人面前说出来，这叫什么？发露忏悔，啊，发露忏悔。这佛早就做了，啊，早就要求。过去僧人做下接下安居都有，现在没了。啊，咱们恢复一下，啊，虽然没有僧人，但是咱们是为前面有地藏菩萨、有诸佛菩萨，啊，周围有同修作证，啊，我们做了以后也管用，啊，大家做完发露忏悔以后，啊，都发现身心清净，啊，身心轻松，心里愉快，啊，都有这个反应，都非常好，啊，大家，所以说我们这个打七发露忏悔啊，是成功的标志，啊，一定要去发露忏悔。这个今天我们从虚云老和尚这儿，哎，又找到一戒来了，啊，也是一个，对我们也是一个帮助吧，也是多了一个一些见闻。